経験。あそうだね。そうなの。お手浜と同じ財政ができたら来たらいいけど、はい、誰も反応までもできへんやねん。老师说，你如果能够像佛陀，能够像佛陀那样子入那个禅定上面的话，你就可以去学习打坐去。那么进不了的话，だから練習するにも、財政はどういうだしって叱られて。所以呢，那个。那个在开始进修啊，做那个。对，所以老师说呢，那个莲蓬上人啊，他都就禅坐啦，因为凡夫只是外表是在禅坐，内心可没有坐。没错，哎，对，所以那个也是杂修杂行。在人说说，内务局啊，在人在那里去做。在人那内务局没来，哎，阿鲁尼尼，什么没来？对呀。在人啊，内务局那个内务局啊，说说，是说凡夫的根性、啊，凡夫的根性是不适合打坐的。我在当中在做嘛，一点完了。对，老师说，如果凡夫的根性能够打坐的话，早就每个人都成佛去了。加打坐加念佛可以吗？先生あのその座禅しながらなお念仏するいいですかと。ね、両方したらどっちもできへん。对，老师说你打坐加念佛，你两个都做不好。なぜ座禅あの道明座って言われたかと、この精神を切らないかん。哎，对呀、啊，所以你要先明白啊，哈，为什么凡夫没有办法打坐？那是宗教在自己的心を救っておく。自己的心を救っておく。自己的心を救っておく。自己的座禅はあかんと。对，那个明解文有没有舍弃诸杂修杂习的自立的心有没有？那个想要打坐那个就是那个自立的心。座禅の真似もせず、形だけの座禅は何もならんと。那么，比如说，就是说身体的打坐，人可以模仿得来啊，内心的禅坐，自己模仿模仿过来。就是自己的定自己，对自己自己啊，那就是说要定量解自己。对啊，你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都在很明显，都跟什么那个路线是走的，比较说，那个呢？马斯大理。马斯大理，中国最好的。これが定年退職で辞めた時にね、NHK の記者が、お釈迦様でどんな人ですかって聞きに行ったらね、お釈迦様はやっぱり仏様やって、仏様の真似ができるかって、仏様の真似したって、真似だけやって、そんな真似はペケ、ペケだって、出てんやって、いいです。力が力ないしね、おじまったにさ、やお釈迦様はやっぱり仏様、もともと仏様やったって言って、頭を下げた、あれはすごい、すごい体験でしょ、私、あれ、あの人に頭が下がる。那么老师就说呢，那个你要知道自己什么样的根器呀、啊，哈、哦。那么老师说呢，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禅入这个禅定的呢，就只有佛而已啊，哈、哦。那么老师就说呢，我们人就是因为不了不明白佛是佛啊，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去模仿佛。那么老师他不是有举个例子吗？那个那个什么，支路大学部。金牛哈，金牛大学，啊，金牛大学的教授，金牛大学是啊，正牛大学嘛，哈、啊，的教授那个正古文雄哈、啊、教授呢，他研究了那个欧汉藏三十年嘛，在大学里面教那个欧汉讲那个欧汉经呢、啊，讲三十年呢、啊，啊，那他们退休的时候啦，啊，那个日本国家电台啊访问他啦，啊，就是说。那个释迦牟尼佛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啊？那么他就只有回答一句话，就是说呢，释迦牟尼佛啊，果然不愧是佛啊，啊，那么这句话是让老师非常的感动啊，因为呢，能够知道佛是佛的人不多，很多人都把佛当作人在看，都把佛给小看了。那么老师就说，你要就是说，你有把佛当佛看了吗？啊，问题在这里。因为你如果知道佛是佛的话，你就会晓得自己是凡夫了。那你就知道自己是凡夫了，就不会问刚才那个话了，因为自己根本就做不到。だからね、柔さんでもね、だね、数年やったら、真似してやったらいいけど、30年ぐらいやったらね、お釈迦様についていけないってことが分かるね。老师说，刘老师啊，如果你对打坐有兴趣的话，请你花30年时间去打坐看看。花30年打坐，你就会发现了自己连那个佛陀的便利点招那个招不上边，沾不上边。我这个他妈你玩八个嘛，但是我都没。然后你就乖乖的跟佛低头啊，佛我服了你了。
所以佛的研究也是很重要。那个人家有什么研究就没呢？阿弥陀佛的研究多一点的人，香港那边的人。对啊，所以决心呢，那个，所以呢，那个那个阿弥陀的研究了，可以在香港，可以在香港住那个研究看看。研究很多，自分が研究一点的，佛陀様ってこんなもんやろうと思ってやってるから。だからみんな横丁ばっかり使うのも。对，老师说，因为人啊，因为就是没有那个研究佛为何啊，阿弥陀佛为何啊，所以很多人都误解啊，误解这个误解佛，误解学佛，都学到那个旁门啊，都学偏了。那个何でも本物の本当のものをとことん研究したらね、本物のものが分かったらみんな分かるの。本物のものというほど難しいものはない。对老师说，学啊，学习真理啊，真实啊，那个很重要，因为你一了解什么是真实啊，你就能知道什么是假的啦。就算人家今こうもの見てるけど、これ見てるね、誰が見てるかっていう、これ見る目は誰の目やつ、この目は誰の目やつ、電灯の光、電灯が目になっとんやね、太陽が目になっとる、教えとんや。那么老师说，那个刘老师啊，你读书啦，这个能够读书，这个眼睛是谁的眼睛呢？那么老师说呢，那个我们能够看见东西啊，是阳光，是阳光，是光，是光明才能够让我们看到东西的哦。それが証拠にね、小さな子供に暗い部屋に置いてたら目が見えないでしょ、目が発達しやへんよ。那么老师说，那个小孩子他出生之后啊，你给他放到那个没有光线的房间，有没有？他四肢都可以正常的发育，就是眼的视力就没有办法那个正常的发育。太陽の光に入って、そして眼の目玉の中入ってきて。我就我的眼睛能够看到东西，要感谢太阳啊，因为是太阳的光啊，让我们看到东西。那个暗い部屋で育ったら、目は見えへんよ。所以那个如果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长大，那个孩子他眼睛那个视力是不好，是没有视力的。土の中におる虫と一緒や。对，所以你看那个在洞，那个活在地底洞穴底下的动物有没有？它是没有眼睛。だからこの目玉は何の誰の光やって、これ太陽の光でしょ。太陽の光、あるいは電灯の光がこの目になって我々のものを見せてくれるんです。对啊，对老师说这个眼睛啊，是那个太阳光，是光线让我们看到东西的。那个叫蛇口眼就是。哦，对老师说我们这个眼睛是这么眼啊。借光眼就是呢，借光眼。我们的眼睛叫借光眼。那个自分の目玉なんてあらへんやろ。对呀、啊，老师说是托阳光的福，我们眼睛才能够看到，还有眼睛看东西。それを自分が目覚めると思って大きな顔してるから、だから天狗になって、今日も。老师说人就是忘记阳光的恩惠啊，对我们人啊，做什么都功劳都是自己的，对人才会骄慢啊。だから本当の仏教をやると、本当のものを見えてくる。对，对老师说，你学到正确那个真正的佛法的话呢，就会有智慧，就能看到真理的世界。だから仏様だけが本当のことを知ってござる。老师说，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佛啊，他知道那个真理，看到真理。我们那开门户，有那么也多么多呢，有多少么多呢？老师说，大宝贝的，老师说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啊，都是那个都是道，我们都是道子啊，我们都是哈那个，其实我们这个都，我们这个世界都是我们都借用而已啊，可是我们都占为己有，所以我们都是道，我们都是道子。盗贼什么意思？小偷，对呀、啊。我们因为这都是在借用啊，可是我们执着，执为己有，以为自己我的，什么船子是我的，都是我的，车是我的，老婆是我的，老孩子、老婆，对。泥棒的内容呢？見方ができるかっていう。那么老师说，那个老师说，因为我们凡夫的智慧也只能是做到这样子，所以老师说，要不做个道者呀，不当小偷，我们凡夫也做不来。哈哈哈哈哈。啊，そうなってきて、仏教やるとほんまのことが分かる。对，老师说。
那个学佛法以后，你就会知道啊，那个看到真理的世界啊，知道自己的真面目是什么。人间那个东西给你存在了，哎，你那国王该说国王该国王该是国王该在做呢。哎，那么老师说，咱们还在做呢。对，老师说我们呢、啊，如果只有这个，我们如果没有学佛，我们就是只有就是活在这个人间呐、啊。老师说我们这个人间是什么世界呢？是互相欺骗的世界，啊、只是就是骗多骗少而已、啊。这个人道是互相欺骗的世界啊。好，那个就讲到这里，老师说屁股坐到屁股。